他是演员，老师对不起，白你。主持人，春节好。他是作家，也是画家。他将细腻的人生感悟融入绘画，写出朴实温暖的文字。但是生活中感动我的事情，我不能逮着谁就跟谁说，我会把它写下来。4月13日，倪萍写文集《倪萍画日子》做客读书，与您分享他多重生活中的人生感悟。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图书的嘉宾呢，对大家来说应该是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一个小片儿。2011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慈善拍卖会上，一幅题名为《韵》的国画作品以118万元成交。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上，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但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画的作者让人没有想到，这真的是他画的吗？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哎。跟那些书画家放在一块儿，他也看不出不是书画家画的。我觉得多少年功底才能画成这样？谁？谁画的？倪萍。倪萍老师会画画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画画。原来是倪萍。近些年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倪萍，竟然成了小有成就的画家，并已经多次在国内举办个人画展。想到了吗？你们想到了吗？没想到。那你们想不想见到倪萍呢？作为一个画家的倪萍，想不想？想。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倪萍。哇塞，全是年轻人哈！你一上来。欢呼声就爆棚，现在还没有停。你考验一下大家对你有多想。非常感谢，但是真的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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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萍姐姐写新书啦，倪萍画日子，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倪萍现在的日子又怎么样？咱们坐下慢慢聊。行。倪姐来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哎呀好熟悉，原来老是看见他哦，在电视上主持的，然后又很久又没见到了，所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是您现在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都在做些什么呀？人就是得想法活着。你下岗了、嗯、你得找到一个再就业的事儿啊。您什么时候下岗了？至少在主持人的岗位上我是下岗了。那你说李潘张潘武潘的都出来了，这么大岁数你得有点自知之明，你不能坐着不走啊，对不对？所以你说我现在生活状态，哎，就是自己觉得就是有事儿干着，反正写点小字儿啊，画点小画啊，做点小饭呢、啊。这么说起来也不形象，也不生动，是吧？我们去看一看，倪姐她一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大家跟着我们的摄像机瞧一瞧。已经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倪萍。如今更像一位普通的邻居大姐，每天忙着家务，照顾年迈的母亲，操心儿子的学习，剩下的时间就是忙着画画。画室竟然是在一个厕所里，这家里没地方，这个洗衣机洗的衣服就晒在那儿。这个画案子这是个大浴缸，让我把浴缸弄个定了个木头架子，木头架子，然后铺上个毯子。画画应该是四面走才能画，我现在只能一面，那边过不去。然后呢，我就拖着画，我自己转圈。但是我也很知足，很热爱生活。植物啊，包括这些绢花，都是我很多年前买的。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内心深处很浪漫。别看吃包子就咸菜，内心深处很浪漫。
洗手间小吧，我有时候坐在这儿，有时候一坐就一天，也挺幸福的，内心无限大。盲目自信哈，这儿透露一点小的这个秘密哈，你们看刚才你姐包那个超好吃，她这个手艺特别好，做美食绝对是一流的。这是，至于说画画呢，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啊，都已经画成那样了，给大家先欣赏一下吧。这本书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封面拿下来，就可以看到一幅非常完整的他的画啊。好多人不知道这什么画，其实我也不会画。然后那个，就有一次我跟小倩坐飞机。我是坐头等舱嘛，在前面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农村妇女站在我前面，我想，哎呀，她肯定是走错了，这是办头等舱的。结果人到那儿，旁边站着一个比她高半头、半个身子的儿子，跟她说：“你递上你的证件。”这个姐姐就递上去了，然后递上去的时候，她手里啊拿着七八个包，没法递。我想上去帮她，她很警戒地推了我一下，我就知道那我不能帮她。但是我看着他身后背的这七八个包，我感动了。最大的包就是一个里边装着两个空的花生瓶，花生油的瓶子，然后旁边有麦当劳的那餐巾纸，还有一次性的筷子。反正总而言之吧，都是一看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没有几十块钱。你想人就会困惑，说背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怎么还坐头等舱？然后儿子站在那儿，不停地进去说：“妈，进去以后就往右拐，妈进去往右拐。”然后这个妈就把东西往上一放，不知道手里这个也要过安检，就往那门里走，叮铃当啷就响，捡了东包，丢了西包，然后捡起来往里走。老远他回了头来，他儿子说：“往那边拐。”我就看着特别感慨，我就在做两种猜想，一种就是，因为是腊月28了，买不着票了，只剩下头等舱了，母亲一定要回去过年；还有一种就是儿子觉得母亲今生今世可能没有机会坐头等舱，然后就给他买了一张票。这个母亲回头的两个瞬间，我眼泪哗一下就上来了。一个就是这个母亲完全没有牙了，就大概旁边两个槽牙全是黑洞。第二个呢，这个头发是刚刚理的，然后那个理的头发上面都雪白雪白的，理的下面黢黑黢黑的，在田里干活，然后是一件粗线的毛衣，里边什么都没套，直接是穿在上面的，扎得慌。我估计一定是钱不多，多就穿上羊绒衫了，穿上金光闪闪的了，就不会是那样。这两个瞬间我把我弄糊涂了，所以我写了个药课回来，我就画的这个母亲身上背的那是七八个包，然后这瘦瘦的儿子，儿子在北京一定是有出息的。我就在想，他下了飞机谁接他，然后他们家肯定不会住在机场，他怎么走，还能往右拐吗？然后但是回到这个家一定是荣归故里，因为从北京的儿子那儿回来的。您看咱们这画，哎，七八个包拖着，这是他送行的儿子。对，儿子瘦的一定是学习特别好，然后母亲才有这样的。母亲，你别看背着七八包，别看没有牙，别看黑脖子，一脸的满足感，觉得有这样的儿子光荣。这画的母亲的背影，刚在北京剪了头，就表达我的一种生活的感慨而已。我写了这段故事，在我的书里，我这本书里边全是因为故事而画画，把日子中间经历的那些小事儿，让他感动的那些瞬间，我说我都留下了。对，我那么有福。比如说，我为什么这里边有一张画带鱼？就有一天我上出租，我一上车我说师傅啊，前面路口往右拐，说三遍他也不理我。然后我说师傅啊，你没听见我说啊？他说你就当我死了吧。又说快停车，谁让一个尸体拉着满街跑啊？然后他头也没回，他说这时候他电话响了，他说你眼睛瞎你没看见啊？水池子上没看见？怎么不够啊？一剁五段，我吃两段。儿子吃一段头尾，你一收拾。哎呀，我说师傅，你跟谁说话这么横啊？他说我老婆。我说你老婆是做什么的？他说全职太太。天哪，人马云才可以说自己全职太太。我说你挣多少钱啊？
说3000多怎么了？然后哎呦，我说你们家吃什么鱼？一般的咱家庭当中都觉得相爱不得了，一上来五段鱼，肯定跟她丈夫说你吃两段，你吃我吃一段就够了，这也是很真实的。人家真实到我说师傅你怎么那么横，你凭什么吃两段？他说废话，我们家靠我拉活，我不挣钱，他们两段一段也吃不上。因为我说你们家这条鱼够大的哈，干嘛头你老婆头尾一收拾这条大鱼得多大？说你一看，他到现在也没认识我，也没回头。他说你一看就没吃过鱼，带鱼越小越好吃，那比筷子大一点吧。我在向后头就笑了，我说比筷子大一点带鱼，一头一尾一收拾掐掉还剩多少？他那两段，他老婆关键一头一尾，这还有。他说焖上一锅米饭香极了。他说我老婆就是一个毛病，什么都好，太黏我，每天不准我在外头吃饭，多远都得回去喝碗面，看我一眼再让我走。我真的热泪盈眶。你敢说你比他幸福？你绝对不敢说。然后我就看着出租车走了，3000块钱，照着我们的收入差太多了。可是你看看人家，咱是吃过大鱼的人，一头一尾一收拾一锅米饭，他老婆吃的那么香，谁幸福？到底钱多是幸福还是鱼大是幸福？人家全职太太和马云平起平坐呀，和柳传志一样啊。这个世界在他的掌控之下，我真的回来我就心情真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好饭，我妈都端上7、8个菜了，你还没有张嘴的欲望？为什么烧的你？然后我说妈你先吃，我画张画，我就铺开纸就画了一排带鱼。然后这个鱼里边看见的都是幸福，咱老百姓的幸福。那条幸福的带鱼我这上面写了，那天回来幸福吗？您能感受到这幸福，您也是幸福的。你看您刚才讲的两幅画都是看见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对，然后您自己就会有感而发。但是他这个书里面也有好多文章是写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比方说有一篇熬着吃的樱桃，这我也是因为我去菜场买菜我回来画的，这两个小鸡儿背对背。嗯，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我有时候画画写东西累了，想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我们那菜场很近，我就进去了。就是咱也是人缘好，都叫我你姐你姐你姐，全叫我。有时候得低着头，你买了张三不买李四，觉得特对不住人家。买菜的姐姐妹妹就说：“你姐拿回家吃吧。”我说我从来不挣比我钱少的人的钱，你要让我去买大楼、谈房子，我一定要大砍价。他比我有钱，我说我不，妹妹一定该多少钱是多少钱。这家卖水果的是我山东老乡，每次我进去之前我就说，妹妹今天给我装上什么，我一会儿出来拿。那时候樱桃冬天最贵的时候，然后是90多块钱一斤。他说你姐来了新樱桃了，尝尝吧。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时候吃基本就是傻子。人家进了也不好卖，在他认识人当中我算有钱的，说好那就来点吧。一出来装了这么一纸箱子，纸箱子的瓶子还行，纸箱子上面那个叠的那个立起来了，外面粘上胶带，就等于是两箱子。然后就说咬着牙说行，给我称称吧。这还没撑完，又从里边搬出一箱芒果。冬天我连车还没买，那时候出租车，他说我给你结辆出租车。好，说好吧。这两箱水果是5、6千吧，将近7000。回家可不敢跟我妈说这是将近7000块钱的水果，那我妈肯定是不舍得吃。一进门听见了玲玲他们在屋里又说又笑，就两个表妹都在家呀。我说怎么知道今天海南寄来水果了？我妈一听海南寄来，那就不要钱，经常朋友会寄。我说一家3份，平均
两个妹妹拿走，我心里上非常舒畅。花钱给妹妹们，平常他们也绝对不舍得在这个季节买樱桃，一买买30多斤樱桃，疯了。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买过姐姐家这个水果。我也是常人，我心里呢也特别想让姐姐反思一下自己。别说咱那倪萍没有特别多的钱，有点钱她不能全买樱桃，然后呢倪萍呢也不能在最贵的时候，你说几十斤的樱桃要和我妈我孩子我们三个人熬着吃也吃不了，所以我就回来吧，就画了这一幅。我内心很不舒服的画了这两个小鸡儿是背对背，这个画的时候虽然我看出你有点伤心，背对背的，但那樱桃还是不错，质量挺好。对对对，每天呢都要去这个菜市场去买东西，反正待会儿录完节目就准备去买。您今天录完节目去买可能有点问题，我们现场就把好多那个那卖水果的、卖鱼的、卖鸡鸭的、都请到现场来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啊？谁呀？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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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啊，卖核桃的妹妹我来了。我把核桃认出来了。我吃他家多少年的核桃，核桃、瓜子儿、枣全是他们家，我就定点几家，我这挺要命的哈。卖水果那妹妹来了，他们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听听妹妹说话。妹妹说、啊、您好，我好想你，好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我绝对不让你来。他都不知道你们要来的。嗯，等您得感谢我。感谢这个妹妹让我来到现场。她家的新疆枣干果、对，特别好，所有的干果不哈喇，不哈喇就是新鲜。这些卖东西的，然后大家对倪萍姐姐的都是这个，都挑大拇指，为什么呀？不是，我慢点慢点，还别激动，激动，慢慢的。对，因为你说我们为倪萍姐姐挑大拇指，就因为她从来不跟你们讲价是吗？对，然后她不是，我启动这个节目嘛，因为她不知道我的想法，因为我也没跟她聊过天，我就拿她当一般人带的。他不像别人似的有架子什么的，你别看他们那儿，他们那儿全是好多老外去买，他们英文说的很好、啊。对老外的心情，然后拿来对倪萍姐姐也没用上，你就用不着。这不是有那种感觉，觉得、哎呀，电视上那么光鲜，生活中看着怎么就跟一普通人似的呢？有这感觉吗？是我有这感觉，心里头不敢想。我跟他们说了，我哪一天穿着晚礼服去买菜，你们肯定觉得我是神经病。我觉得他有我们河北人或山东人的那种真实朴实的一种感情在心里头。现在他不管是我日子还是什么的，我都去听，在汽车上、录音机上，我都听到过他说的老家话，我每句都懂，都能听得懂。切一切的真实的感受，然后真实的感触，做人的原则在里边，所以说都是真的。我真觉得好了，别表扬了，快坐下吧。好，太激动了，太谢谢了。基本就是说葫芦话，哎，他真实啊，他特真实啊。不过您这个评价是对的。您比方说，就读他这书吧，你们可能还没来得及读这书哈。这个文配画里边还有好多好多文章呢，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跟他做节目一样，特实诚，朴实的很，老真实了。反正就是你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吧，嗯。他们只是多给我，不会少给我。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去买菜。说你姐这点菜拿回去吃吧，我说好家伙，一到做饭时间我就来了，我成啥了？你们还有没有谁还愿意再说一句？好，我是卖调料的。还在您摊上来买过调料吗？虽然他可能也许我的摊位很小，没注意我，但是我是都一直在关注他。您见到生活中的他，你对他是什么感觉啊？你每次他来的时候，我看特别舒服，能接近，哇，太老百姓的生活了。下次来一定要到我们家，我们买调料。对，不是酱油醋，钱都花在核桃去了。不是酱油醋，现在一个养生的东西，知道吗？养生的，煲汤啊，就是我们南方人原材料最 OK 的。录完节目就去。录完哎，那你出来那水果摊那料了，谁在家看着？我现在是在卖，不是他，哎，这位姐姐，那个我妹妹在家看着。我们现在我们两口子就是把所有送的货就没去，说今天一定要看看倪萍姐姐，完我们就过来了。我有时候都替你们发愁，这水果放一晚上没卖出去，明天怎么办啊？那些挑三拣四都得找新鲜的。是，对姐姐一点不挑三拣四，对，很不容易啊。就是说他来买东西的时候，您觉得他有什么那个素质，是一个作为一个顾客来说特别好的？
您给说说。姐姐就是非常随和，不会很挑，就是差不多的。哎，我们家爱吃哪个，给我来点橘子，来点樱桃，来点芒果，给我装好。我你快点哈，我去后面拿菜拿鱼回来，我们拿着。对，每次都说快点。对，就是这样的。前两天让我买草莓，就是这么贵，谁买啊？35块一斤。嗯。说姐给你便宜，我说便宜多少？34。我说妈呀。就是便宜点是点，就是受不了，都买完水果再给我塞两个。对，是，每次都是这样的。不过你看他们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哎让我觉得这确实是你平时的状态。他说啊，真真正正的老百姓的日子。好的，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新苑里菜市场的啊所有的我们来的朋友。菜市场素质很高哈，相当高。日子是倪萍绘画的主体，也是画日子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倪萍在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日子的理解。日子是什么？是爱与被爱。哎呦，看了就心里嘎吱动一下。确实是，我有时想得到少一点的爱。爱是债务，背在身上特别沉。读书正在与您分享倪萍的文集《倪萍画日子》，请继续收看。您看您这个书里边写的这些写的画的，您自己总结的挺好，我觉得。您看这日子是什么？是爱与被爱。哎呦，看着就心里嘎吱动一下。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跟那新源里的卖菜的哈，卖水果的，卖核桃的这些朋友哈，其实就是爱和被爱的关系，相互的，对，以爱可以放得很大。你像这个书里边写的那个青海奶奶，有一幅画是给她画的。对，青海奶奶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青海奶奶还跟你一起曾经上过一个节目吧，就上《鲁豫有约》。在青海有一位特别喜欢倪萍的老人，叫李改之。在青海有一个老奶奶，今年80岁，她一直喜欢倪萍，一直喜欢看她节目，然后突然发现这本书，她觉得我得更加了解倪萍，我得读这本书。老太太一个字都不认识啊，开始为了看她的书开始学写字学认字，就是老奶奶练字用的。老罗萨切合了天亮拉着太阳，不要怕相反，就得躺下。孩子不怕，不黑不黑的切都疼了，不亮。后来倪萍把这位青海奶奶的故事以及特意为此画的一幅画收入了新书《倪萍画日子》。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故事是节目之后，下完节目之后，奶奶跟你之间的一些交往。我们这个职业啊很特别，就你无缘无故都会被人爱上，人们会想象你，实际上你没那么好。这个奶奶就是，我根本不认识她。72岁那年她没事了，她不认字儿。后来我不出了本书吗，叫日子，她因为想知道我的生活，然后就开始认字儿。一个人为你的书认字，你是什么人？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电视主持人。而且竟然老奶奶因为看这本书，因为认字，5年上千张纸条，一个字一个字学，把我这本书读完了，也因此认识了。那读完这本书至少得认识3000多个字。我听了小倩这么说，我说不可能，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真的知道我们这个职业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岗位上要认真的做，就是太多人对你有希望。你也不能给他提拔，也不可能给他涨工资，也不用给他买房，他为什么要了解你？他为什么要关心你爱护你？所以我那个感动啊，后来奶奶走的时候
我跟小倩说，我说给奶奶送个礼物吧，因为这种牵挂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说买个金镯子，因为姥姥，我姥姥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个老年金镯子。结果小倩他们觉得金镯子太旧，然后就买了个时尚的金链子，叮当啷的那种，给了奶奶。第二天我们请奶奶吃烤鸭的时候，奶奶撸上袖子给我看，她说我挺喜欢这个的。我一看，哎呀，这又眼泪稀里哗啦。奶奶把它缝在秋衣袖子上，这个链子，把金链子缝在袖子里了，用线缝上。呀，我说那奶奶这个换衣服的时候怎么办？秋衣得换。奶奶说你忘了我是个裁缝了，三针两针就勾上去了，就怕岁数大了掉了丢了，不是别的丢了可惜，是你送我的。哎呀，人世间真的受不了这样的，因为有奶奶这样的对你好，于是你就想做点错事吧，别说对不起别人，都对不起奶奶。我就把这些感情写上去了，这些话其实就是我内心的一种表达，这是我的幸福所在。人家给我一个苹果，你说我们家还没苹果吗？切开四瓣，妈一半，儿子一半，阿姨一半。这苹果是苹果叔叔给的，特别甜，苹果就出这种金元帅。这点温暖分给每一个人，这点爱分给每一个人，然后身上积攒多了呢，就支撑着自己，认为自己好像越来越强大，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就不能没有宽容的人。所以这个日子啊，就是这么一点点过来。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里面，其实还包括好多我们都很熟悉的人，比方说像马三立啊，像刘晓庆啊，王铁成啊，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比方说你写到晓庆，标题就写得很有意思，标题说叫啊、你为什么这么难看。我就不做主持人之后，我对自己特别放纵，这也是真的，又吃又喝，又我说我将来要出本书，叫书名肯定好卖，叫我就是这样吃胖的，然后每天热爱生活。你胖的最后刘晓庆就跟我说哎呦真的你伤了太多人的心了，说太吓人了，现在我你们要嫌我害怕别请我上电，我真的不愿意上电视，我知道我的脸现在电视以外。为什么读书这个栏目我愿意去，实际上是现在很多人家里花巨资买这个红木啊，什么什么酸枝啊，巨贵的家具，实际上还差一样东西，就是书。一个很好的紫檀柜子上面放一摞书就非常好看，这样一本书20多块钱，然后呢这本书如果你看完了你吸收到一点儿，那就变成40多块钱了，你儿子再看看就变成80块钱了，这个也不旧也不坏。然后他们说你不出去你不觉得孤独吗？我说我们一屋子人，说人都在哪儿呢？我说其实一本书就是一个人，你想跟谁说话你特别主动的把它就滴溜出来了，来咱俩交谈交谈，你可以听他说，可以跟他唱反调，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说我现在不想和你聊了，回去，他又回去了，我请另一个人出来，又跟我聊，其实只是一屋子高贵的客人，智商都比你高的客人，然后当你许多生活想不通的时候，你看看人家，你就绝对意义上想通了。所以实际上您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外表的东西没有那么重要，也重要，也重要。我特别欣赏刘晓庆他们漂亮，我真的觉得好。你比如说刘晓庆每天健身，你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觉得这顿饭喝一个果汁，吃一盘青菜就行了。呀，我一看旁边又有烙饼，又有包子，又有面，我得吃完了才能走。我也不像他，对吧？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了。你人家是撒了种子秋天就收获了，咱这秋天光忙着吃了呀，所有种子都吃肚子里了，秋天不长在你身上长谁身上，上哪收获去。我对漂亮人喜欢漂亮，包括什么打针吃药，只要你愿意我都特别喜欢，只要你愿意你觉得过得特别好，那同时也得允许我们这种觉得哎呀另外一种好，你把自身的优点然后好好的活着，放松的活着，你每天都想着怎么把腰捆出一尺二，你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所以生活有我这样的调解方法，这跟念点书和识点字儿
有点关系。而且我告诉你吧，咱还会读书，什么书都读，就你什么营养都有了。而且你抽空读书，你就告，我就告诉你吧，你就好多问题，你特别活得太自在了。所有的生活，你想谁天天跟着你说唠叨？像我这样，我也没空跟你说，但是他有空跟你说，书有空跟你，你就花一点小投资，你随便看都没有废话。我就告诉你吧，这绝对是一个妙招，你就拿回去念去吧。所以你们做到，谢谢你姐给我们读书节目做一大广告。这不是，这是我自己体会最便宜的事儿，你讨便宜最便宜。我跟你姐对书，我发现一点，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大多数人，我认为都是什么呢？就是你姐的粉丝。我总在想，你姐她会有偶像吗？她会是谁的粉丝吗？结果我把这书读完了之后，我发现您的偶像是一位作家，大家猜是谁？猜不出来。你姐的偶像叫史铁生。李潘这样说也不准确，就是所有写得好的东西的人，我其实都特别崇尚他们，甚至是内心深处很爱他们。我就很爱史铁生，年轻的时候就爱他。爱史铁生，我就更喜欢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就像《我与地坛》呐，包括《遥远的平静湾》。后来，平静湾啊，后来他写的这些学问就太深了，然后就往哲学上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跟不上了。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就是书里面你也写到了，您和姥姥都喜欢他。姥姥是瞎喜欢，我喜欢谁，他跟着喜欢谁。他跟着喜欢是吧？对。然后你们就把基本上史铁生的所有的版本的书都收齐了。嗯，我们家都有他书。为什么那么喜欢史铁生？首先是他的文字真的写得特别漂亮，他这种漂亮吧是接地气的漂亮，因为他是生命的感受。你看他写《我与地坛》。我们谁都去过地坛，他对地坛的理解，以及他跟他母亲之间，作为一个残疾人，一个年轻的残疾人，从生龙活虎，曾经想跟那个乔丹去同样百米赛跑的人，坐在轮椅上永生，一个星期三次血透，而他用生命感受他写的那个东西，你想想是什么？可是他又是一个在街道办事处上班挣钱养活自己的人，于是他的生活就特别有那个质感，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而且他还是除了这个之外，也不说那好，那咱明天都不卖鱼卖虾不卖鸡，都去写东西。这个写东西还是要有天赋。这个史铁生有天赋，拿起笔来写的就漂亮。所以您这个文章里写到，后来史铁生去世以后，您虽然和他素未蒙面是吗？一个人是这样，我从年轻时候就喜欢他，读了他很多书，看了他很多书。我说什么时候带我见见史铁生，我说我就满足了。但更年轻的时候还想采访过他，我想我什么大家不能采访，怎么就没有机会采访他？但是就是心疼他，因为说他说一次话很费劲。像我是这样，史铁生一直说等身体再好好，就成了永远，我就没见过他，这是我的遗憾。就是我记得我姥姥叨叨，然后说那时候姥姥，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老给我的好朋友送各种大馒头嘛，姥姥老说给史铁生送，他做饭不方便，他饿了就腾腾饭就蒸一下吃就行了。我说你当时北京，当时你们村呢，敲开谁家门就进去了，要没得到人允许你去干嘛？姥姥说那送东西还用允许吗？我说那可不，您的你想上中南海送馒头，你敲门你进得去啊？其实你姐，我觉得你写这些书啊，哈，从最早的日子，到后来姥姥语录，然后再到最新的这个倪萍画日子，其实跟我们大家分享她每天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那种感动，我觉得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这种观念。比方说，刚才我们聊天，你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你就说你不会嫉妒那些比你年轻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人生的一条跑道上。你写你姥姥，你姐说姥姥是一个这个一直以来都很用功的学生，
就人生课堂上很用功的学生，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很用功的女人。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你姐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因为你也是这样，跟你姥姥一样，一直是人生课堂上特别用功的一个学生，一个特别用功的女人。嗯，姥姥是智慧之人，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一些可能潜移默化的受姥姥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说用功吧，也谈不上，有的时候就是运气比较好，然后做任何事情呢都有机会，然后呢又觉得把这个机会很珍惜。我从来不浪费生命，有的时候我说姥姥活着的时候，中午我说姥姥人家都睡午觉，你躺会儿休息一会儿，姥姥说拜躺，等着上那边有的是功夫躺着，这是拜躺，上哪边有的功夫躺着，死了以后上那边，姥姥说拜躺，上那边去想起都起不来，有的是功夫躺着。比方说您的画就画得那么好，除了天分之外，我觉得还是有，就你姐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得付出才可能有。每天早上5点钟得起来画画吧？也不一定啊。为什么5点要起来？就是因为睡不着了。如果能睡着，我绝对是选择睡。你姐原来不会画的，不过她小时候就展露出一点天赋。我们找到了一张她小时候画的自画像，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好。希望我的睫毛是长的，画成这样。怎么样？画怎么样？用掌声表示。证明大家看的还是有天分的。但是由这个画能够到今天我们刚才所欣赏到的那么多他的画，就是你姐说的，还是要珍惜点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觉得今天跟你姐分享的就是读书的事儿，她书里面写的那些事儿，每一个人都会从里面得到很多关于人生的感悟。但是对我来讲，觉得最后可以用您写的一段话来表达我们对您的这个尊敬吧。你姐一直说她自己是一朵大碗花，知道大碗花是什么吗？不知道。大碗花是哪儿的叫法啊？我们山东叫法，山东叫花，就是牵牛花。他自比是牵牛花，念给大家听听他这一段哈。他说，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始终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平凡的大碗花，不金贵却也不便宜，该开的时候艳丽至极，该败的时候也甘于把自己埋进土里，一年一年活着，一年一年死去，死去又活来，被夸奖着，被冷落着，最旺的时候也知道不是自己旺，最败的时候也明白孤独是一道风景，这边读好。写得真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帆。他是新闻联播里的低调国脸，他是普通家庭里的平凡丈夫。说肿瘤悄悄地敲上了我们家的门。妻子吴萍罹患乳腺癌，继而癌细胞转移到肝脏。你被时间抛弃了。夫妻二人如何面对人生劫难？读书邀请央视新闻主播郎永淳讲述爱与坚守的动人。